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这个独特胶囊指甲彩绘机。OK， 那我们看这个包装，这里有很多图案可以选择，然后上面就是这些图案的成品，然后这里有使用说明，就是先涂指甲油，然后再选这个图案，然后按下按钮，然后再把手伸进去，再按一次按钮就有成品咯。那我们来开箱吧。那我们打开了，这里面有一台大机器跟三个指甲油，有粉红色，还有紫色，还有透明的颜色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海绵，然后这个是用来把我们的指甲分离。这个机器需要装电池，我们就先把它抠下来。 OK， 然后这个要装的是四号电池，我们就把它装上去。这里的话有一个灯跟风的，调到中间是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只要我们调这个灯，这里就会亮，然后我们再给它调风的话，那这里就会有风吹出来。那我们就要来涂指甲油，先涂一支。OK， 打开这个风的，我的手放在这里，然后让它把我们的手吹干。这个颜色更美。吹风，先吹这支笔。这个紫色好像看起来比较会快一点。先吹这支笔，吹呀吹，吹呀吹，吹呀吹呀吹呀，吹风吹。有很多种类，有这种符号的，跟这种宝石的，还有蝴蝶跟爱心之类的，还有花纹的，那还有这个小动物的。那我先用这个花纹的好了。那我们先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按下这个按钮，我们就可以把蓝色的弹出来。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个装进去。我们可以从这上面看，然后来选图案，可以用这个转的话，图案就会转。好酷哦！这个上面有一条线，那我们要把这个线折个对齐，立一个透明的线。那我们先把手收，给它放好。OK， 然后我们超级大力的压下去，然后压久一点，再起来，又有了，压下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请它再上来。哦，有点歪，可是还算成功。然后我们也是这样子，给它直接压下去。这次我是选一个蓝色的豆豆水晶，对，来，我们再来压久一点。 OK， 好的，接下来哇也很成功耶。然后我们最后也可以涂上这个透明的指甲油啊。今天的话我也是十只手指头都做好了。